门喽。今天呢，就是要到圣马可广场附近逛逛。他们竟然过得去。现在在的是圣马可广场，这个广场是非常非常有历史的。对，它这原来是以前威尼斯有五个兄弟，马可、约翰，然后杰克，一个离开，然后最后只剩马可留在这边，所以这个就是叫圣马可。圣马可广场很大，真的超级大。然后左边就是知名的佛罗里安咖啡馆，这个钟楼是可以上去的。好喝吗？好喝，它比较没那么苦，对不对？阿佩罗在这里，橘色的会比较苦一点点。Cheers！ 今天我们点的是威尼斯的当地特有的传统菜肴，哇！这个地方其实蛮长，因为可能下雨啊，然后淹水，所以他们的书必须要放在船上面，这样子才不会因此而湿掉。我觉得很特别。然后呢，它还有一区是很多书叠起来，让你可以走在上面拍照的。但是对排很多人，太有趣了！为什么要在这边写日文啊？很公司味。我现在呢要搭船去不让。我在这边也去过，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大家一去再去，因为实在是太可爱了。超久的墨鱼面，黑黑的什么都看不到，但是它这是威尼斯非常知名的一道料理，哇！而且它的墨鱼很大，看得到吗？早上如何？好看的把墨鱼面吃到是蛮足的。很不错，嘴巴都黑黑的而已。哦，更黑了。有肉吗？有螃蟹肉吗？这边。哦。我觉得很赞。威尼斯的第
二天，我们今天的行程呢，就是时间比较放松一点，我们要去圣马可广场的钟楼，小胖子，圣马可广场的钟楼上去看一下威尼斯的街景，然后我们还要做一件我来两次威尼斯我都超想做的事情，终于在今天可以很顺利的完成，你期待吗？期待。小船摇摇晃晃弯弯，太晃了。这边呢，网络上预约的话，你可以不需要排队，直接走进来，快速的通关 pass 是一个人12块。如果你现场排队的话，就是拿到这一张。现场排队一个人10块，但他这边说他是只有电梯，不能走楼梯，这就太好了，他可以直达到上面。上面应该很漂亮吧。其实里面的钟楼就是一个四面都可以看到威尼斯的高的远景。你喜欢哪一台？当然是喜欢年轻帅哥那一台啊。你是不是没有被人家同学推到水里？当然要坐就是坐那种年轻，哎呦，划船很给力的那一台啊。他那边屁股翘翘的，这个阿修阿北，我怎么知道划到一半会不会突然怎么样了？财经频道与您同行，联准会超鹰升息抗通膨，美国的他们的通膨呢已经开始下降，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人都讲说啊，这个通膨的问题解决了呀，哎，已经结束了，对不对？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至少减缓了。对，所以股市呢应该不会更坏了。可是我的问题是，这通膨的危机大概上大致上已经大概解除了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了、可是呢，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呢经济景气衰退的问题。现在才刚刚开始，而且是全球性。施工底加啦，分析师李永年不藏私，投资心法手把手，教你把小钱变大钱。请锁定每周晚间8点，中天财经频道，张雅婷和您与钱同行。我是李小玲，全球财经周报每周6日最新总体经济趋势报给你知道。这个池子水呢变浅，所以它养不起那么多大鱼了，因此股票啦、房价啦。都会往下跌，无论是信用风险啦，还是资产的安全性啦，还是市场的波动度啦，都在恶化。掌握金融脉动，世界局势变化。我是马凯，我在全球证金周报。